同学们，大家好。最近中国航天喜讯连连。11月29日，长征二号 F 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神舟15号载人飞船。中国空间站首次迎来6名航天员同时进驻。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92年经党中央批准立项，30年来实施的第27次发射任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的第4次载人飞行任务。这次任务成功，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规划的12次任务全部圆满成功。12月4日晚上，神舟14号航天乘组3名航天员从中国空间站顺利返回东风着陆场。这一系列喜讯说明中国航天事业正在蓬勃发展。30而立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连战连捷，以全胜的成绩向党和全国人民交上了一份优异的答卷。作为一名从事航天事业36年的航天人，我很高兴有这次机会来参加中国空间站等你来出差的思政课，和同学们交流分享对新时代中国航天的认识和体会。下面我就从4个部分和大家做一个交流。那么首先向大家介绍什么是航天。我想从梦想和科学的概念2部分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同学们都知道，飞向太空是全人类长期以来的共同梦想。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有许多动听的神话故事和例子。从古代看，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的嫦娥奔月、夸父逐日，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我们古人的飞天梦。明代的万户自制了47只装满火药的火箭，绑在椅子上，自己坐上去，手里拿着风筝，点燃火箭，想飞上太空。这是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勇敢尝试。从现代航天看，现代火箭技术的奠基人齐奥尔科夫斯基100多年前就有一句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这充满诗意的语句表达了人类探索太空的决心和勇气。前不久，欧洲首位进入国际空间站的女航天员萨曼萨发布了一组太空摄影作品，并配上了王羲之《兰亭集序》里的名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欲，信可阅也。他用优美的中国文字抒发了人类冲出地球走向宇宙的心声。从同学们的身边可以看到，航天可以点亮梦想，很多同学都对航天充满好奇和向往。前段时间，航天迷男孩严洪森在参观西藏一个天文馆的时候，对其中展示的火箭视频开启了纠错模式，网友们为这位小专家纷纷点赞。今年盲人节，北京人盲人学校6年级学生马子春同学专门用盲文给航天员写了一封信，声情并茂地进行诵读，表达了对中国航天成就的崇敬和对太空的无限想象。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太空虽然遥远，但是人类进入太空的梦想从未改变。从中国航天来看，航天一词是钱学森老先生1967年受毛主席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的诗句启发首先提出来的，指的是人类利用航天器在太空开展各类活动的总称。那我们从航天活动来看，可以把
航天分为四类活动：进出太空、利用太空、探索太空和管控太空。那么进出太空主要指的是运用运载火箭等航天运输工具，将卫星等有效载荷送入轨道，或者按照需要返回地面。利用太空指的是通过卫星等航天器利用太空环境和太空资源，为全社会提供通讯、遥感、导航等其他服务。探索太空是指在太空中利用空间站、深空探测器等等航天器为主要平台，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研究，揭示宇宙起源等有关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管控太空就是指构建航天的法律法规，加强太空的交通管理，开展诸如空间碎片清除、近地小行星防御等太空环境治理等活动，就是像我们在地面利用交通法规来管控我们的地面交通一样，这就是太空的管制，这样才能推动太空可持续发展和利用。我国航天事业创建于1956年10月8日，66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一代代航天人的不懈努力，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展现中华民族能力和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航天事业是由一个个规模宏大的航天工程所组成，每一位航天人在心目中都有自己的航天概念。我在这里就结合我个人的工作经历和实践体会，从四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航天的特质。这就是：一，航天事业是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这是中国航天的使命责任。党领导和开创了航天事业，航天事业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党中央历来把航天事业发展作为一项强国兴邦的重要战略，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为航天事业发展掌舵定向。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党中央高瞻远瞩，毅然作出发展航天事业的战略决策。上世纪60年代，党中央克服经济基础和技术力量薄弱等困难，明确要求尖端武器的研制实验工作不能放松，全力支持和推动两弹一星的发展。两弹一星研制取得的成功，打破了西方的核讹诈，奠定了我国国防安全体系的战略基石，撑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批准启动863计划，超前部署大型运载火箭和应用卫星等航天技术攻关，立项实施了载人航天等重大工程，航天事业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航天事业的发展，并作出建设航天强国的战略部署，为航天事业拨画了新时代宏伟蓝图。从北斗组网到天宫翱翔，从天问、探火、嫦娥探月到羲和逐日，航天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航向奋勇前行。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航天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协同攻关，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第二个特质，中国航天始终坚持走自立自强之路。回望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之路，自主创新是航天事业发展壮大的成功密码，自立自强是航天事业跨越腾飞的根本途径。
从航天事业创建之初，老一代航天人就确立了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发展方针，将自立自强作为航天发展基石。面对苏联毁约撤员，拒绝向中国提供任何技术资料，航天事业的发展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航天尖端技术的封锁，航天工作者始终以绝不服软、绝不退让的硬气，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奋力实现航天科技自立自强。进入新时代，航天人矢志科技自立自强，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向航天科技创新的新高峰发起冲锋，不断刷新中国航天进军太空的高度。可以说，自立自强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创业之基、发展之要、奋进之魂。三，航天系统工程是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航天事业具有系统复杂、技术密集、风险性高、研制周期长的特点。以载人航天工程为例，载人航天系统包含了航天员、空间应用、载人飞船、货运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空间实验室、空间站。从航天器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卫星来看，又分为控制与推进、测控与通讯、数据管理、热控、仪器仪表、空间技术实验与总装测试、总体电路、结构与机构等等。这些系统构成复杂，相互之间协同要求极高，要圆满完成这些系统复杂庞大的工程任务，必须用科学的系统工程思想、理论、工具、方法、经验等进行指导。那么系统工程的方法非常重要，这里呢跟大家共享一个小例子。那么在1964年，我国自行设计制造首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在飞行实验前，因为导弹射程满足不了当时预定的目标，大家碰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王永志同志，也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当时大胆地提出，由于导弹发射时的环境温度较高，燃料密度就会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把导弹内的燃料泄出600公斤，导弹就能够满足射程，命中目标。那么当时很多同志，包括专家，都不以为然，因为导弹内的燃料就是来增加射程的，你现在射程不够，怎么还能把燃料泄出呢？那么这个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钱学森老先生经过慎重思考，认为王永志同志提出的方案可行，毅然决策按照王永志的方案来执行。那么导弹泄出推进器后，射程变远了，连打三发，发发命中目标。那么这个事儿实际上反映出航天是一个系统工程，推进剂是为了增加射程用的，但推进剂也有一定的重量，你加的多了，导弹的加速度小了，初始速度也就小了，它的射程一定也会受到影响。而把推进剂减少600公斤，使导弹加速度增大，速度提高，反而满足了导弹射程要求。这就是航天系统工程要综合考虑的科学内涵。可见啊，每一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要确保成功，我们都要按照系统
工程规律来办事。那么第四，中国航天，我们始终视质量如生命，航天型号任务是国之重器，每一次任务成败关系重大，航天器在太空中面对的是极限的飞行环境，具有高风险性。那么一颗卫星，一枚火箭，都是由数以万计的元器件、仪器设备所构成。一颗螺丝钉，一根导线，一个元器件的质量好坏，都可能影响任务成败。那么质量就是中国航天永恒的主题，是一切航天活动的生命。那么在这里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小例子。1974年，中国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我们首枚返回式探测卫星，那么火箭起飞后出现失稳，20秒后火箭启动自毁程序，连同卫星一起在空中爆炸，这次发射任务失利。为了查找这个原因，当时科研人员把沙漠都挖了1尺多深，把散落在发射台附近的火箭和卫星碎片全都收集起来，逐一进行检查。最后大家发现有一根连接苏力陀螺的导线，外皮是完整的，但里面的铜丝却已经断了。那么经过理论分析和地面模拟实验，最终我们判定这根导线生产时就存在隐患，在火箭点火起飞后，在巨大的振动环境条件下，这根导线发生了断裂，那么火箭由此没有收到这个陀螺的信号，造成控制系统失稳，导弹自毁，任务失利。这个惨痛的教训教育我们，细节决定成败。中国航天人正是视质量为生命，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质量意识，才取得了连续成功。截至目前，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经连续发射成功122次，创造了新的发射成功记录，而且我们还在不断刷新新的记录。二，和大家介绍一下习近平总书记的航天情缘。中国航天自成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始终高度重视航天，关心航天，为航天事业的发展掌舵领航。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始终高度关注航天事业的发展，心中根植着深厚的航天情怀，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在这里呢，我想从3个方面和同学们做一下分享。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关心航天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场合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中国航天。2013年5月4日，在担任总书记后的第一个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就到航天科技集团公司5院来参加主题团日活动。他站在东方红一号实物模型面前说：“我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村当知青，听到了发射成功的消息，非常激动。”2020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的回信中又一次说道：5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了这一消息，十分激动。东方红一号升空是1970年，几十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依然记忆深刻。由此可见，总书记航天情怀的种子在他还是一个不满17岁的插队知青时就已经深深地埋下了。
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给航天事业频频点赞。每当中国航天事业取得重要成就时，习近平总书记总是第一时间以不同方式给予肯定。他多次同航天员天地通话，给航天科研人员回信，亲切会见航天工作者，深情寄语航天人。比如2016年4月24日，在第一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我国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那么今年5月2日，在建团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的回信中指出，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河、天问、羲和，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载人航天、探月探火、卫星导航等取得重大成果。总书记对航天事业的频频点赞，既是党中央对航天人取得优异成绩的重大褒奖，同时也是对航天人不断攀登科技新高峰的鞭策和最高激励。三是啊，总书记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建设、对航天强国的建设寄予殷切厚望，提出明确要求。发展航天事业是我国的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肯定鼓励航天的同时，还一直关心指导航天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要求。例如2021年4月29日，在空间站第一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成功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发来贺信，要求大家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自立自强，创新超越，夺取空间站建造任务的全面胜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要坚持科技强军，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工程，加快科技向战斗力的转化。作为一名航天人啊，我深刻感悟到，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国防装备建设的主力军，航天强国建设的主导力量，就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明确要求，坚定航天报国志向，坚定航天强国信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航天智慧、航天力量、航天方案。第三部分啊，和同学们介绍一下新时代十年中国航天的伟大成就。十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航天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就，推动我国全面建成了航天大国，进入了世界航天强国行列。那么具体的这些工作，我从四个方面来和大家介绍。一是运载火箭，我们实现了升级换代，运载能力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就是
我们经常说，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天发展的舞台就有多大。从中国火箭家族来看，10年来，我们大力推动了运载火箭升级换代，成功研制了长征5号、长征6号、长征7号、长征8号、长征11号等新一代运载火箭，形成了完备的大中小型火箭型谱，覆盖了高中低地球轨道和奔月探火轨道，发射成功率、入轨精度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长征5号是我国目前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了25吨，被形象地称为胖五。长征11号具备快速响应海上的发射能力，发射周期不超过24小时，为我国进入空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从火箭发射次数来看，党的19大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跨入了高强密度发射期。2018、2019、2021年，我们的发射次数均位居世界第一。截至目前，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发射452次，其中党的18大以来的10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共发射281次。党的19大以来，我们共进行199次发射，占整个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的44%。我们做了一下统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一个100次发射用了37年，完成第二个100次发射用了7.5年，第三个100次发射用了4年多，第四次100次发射我们用了33个月。那么明年我们将完成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500次发射，实现新的跨越。二是空间基础设施持续完善，航天科技创造美好生活。很多人说，中国在空间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那么什么是空间基础设施？那么空间基础设施按行业用语，就是我们的空间段的卫星、地面段的地面设备和应用的一些设备。那么按照老百姓的理解来讲，就是天上的卫星、地面接收卫星的设备和地面要把这些卫星应用推送到千家万户的各种设备，包括软件等等。那么简单的说，这些基础设施就是和我们地面上的各种其他设施一样，为经济社会做贡献，为老百姓提供各种各样服务的设备设施。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北斗卫星，就是这么一些我们讲的空间基础设施。那么有了北斗卫星，我们在地面没有信号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北斗导航卫星发送短报文，来向其他人告诉救援人员我在哪儿，我正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么这些功能在海事等活动中，在自然灾害救灾抢险过程中发挥了广泛的作用。通过风云卫星，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了解世界各地的天气，方便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通过通讯卫星，我们还可以收看世界杯、奥运会直播等等，坐在屏幕前就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比赛和娱乐节目。目前我国在轨稳定运行的卫星达到了300多颗，稳居世界第二位。从这些空间设施的日常应用看，航天科技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我国目前已有2000多项航天技术成果应用到国民经济各领域，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大家一定看了北京冬奥会
和东残奥会开闭幕式的盛况，但知道为开闭幕式提供技术保障的实施单位有哪些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就是技术保障的主要实施单位。我们承担了开闭幕式上的地面设备、这个舞台、奥运火炬、冰立方等11个大型项目，充分运用航天技术的优势和工程管理经验， 让中国式的浪漫温暖世界。他的效果呢，就像张艺谋导演讲的那样，他说：“我负责精彩，航天负责成功。”三是啊，和大家介绍一下重大工程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更稳更远。10年来，我们圆满完成了 以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为代表的重大工程任务。从载人航天工程来看，我们成功研制了6型载人飞船、5艘货运飞船、天宫2号实验室，以及我们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那么这3舱 目前已经完成了梯次性构型，那么太空交会对接的时间，我们也已经从最初的44小时缩短到目前的2个小时。这2个小时是全球交会对接的最快记录。航天员驻留的时间也从早期的13天增加到目前的半年。中国空间站 实验载荷的重量占比达到了26%，而目前世界上的这个比例只有7.9%。我们大大提升了中国空间站的使用效果。从探月工程来看，我们嫦娥3号首次实现中国航天器地外天体的软着陆，嫦娥4号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 背面的软着陆，嫦娥5号我们成功携带月壤返回。那么探月工程，我们实现了6站6截，实现绕落回3步走的圆满收官，开创了世界探月史上的奇迹。深空探测，我们也迈出了坚实步伐。天问1号着陆巡视器成功着陆于火星。 祝融号火星车已在火星表面行驶1921米，累计传回原始数据940GB。我们成功发射了太阳科学探测技术实验卫星“细鹤号”，中国正式迈入了探日时代。借助慧眼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我们观测到了黑洞爆发的全过程等等，这些 都是中国航天在重大工程方面取得的世界级成就。四是，我们赓续弘扬航天精神，打造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航天科技人才队伍。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在伟大的事业发展中不断弘扬赓续。自航天事业创建以来， 一代代航天人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传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2单一星精神。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进入新时代，我们如期完成了探月和北斗任务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培育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以及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 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航天精神是中国航天事业之魂，
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航天精神的灵魂内核。国为重，家为轻，科学为重，名利最轻，是航天人的人生信条。在这里，我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工作生活中的小例子。我们集团有一位80后的博士，他目前已经是一个技术团队的负责人。在一个周五的夜里，大概11点多，他从生产测试现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到团队成员的仍然在加班加点的工作状态，他非常感慨。那么他在自己的工位上给大家写了一封信，我在这里念一下和大家共享。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周五晚上时针已经划过23点，我们依然战斗在各自战场。有时我在想，到底是什么精神和力量支撑着我们？可能就是作为航天人心中的那份责任和荣誉。责任，那份为国家安全基石应尽的义务；荣誉，那份发射成功后眼中噙着的泪花。为什么我们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们对这份事业的爱的深沉。在含泪的眼中，我只看到你们可爱的背影，你们是扎根航天事业一线中最可爱最可敬的航天人。这就是我身边80后90后新时代航天人，他们同样坚守着航天报国航天强国的信念，将个人的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坚守和奉献是对航天精神在新时代最好的诠释。在航天精神的感召下，一代代航天人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集团公司也培育出了由35名两院院士、200余名国家级专家、3000余名集团公司院所级专家为引领的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由6万多科技人才组成的科技大军。这是中国航天基业长青、蓬勃发展的强大而稳固的基石。第四部分，和大家介绍以航天梦推动中国梦，奋进航天强国建设新征程。这是在新时代中国航天发展的新的使命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航天梦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的，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在追梦圆梦的道路上，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困难和挑战，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一是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同学们应该都知道，美国已经重启大国竞争战略，推动沃尔夫条款永久化，多次将中国航天相关实体，就是我们相关的研究院、研究所和工厂，列入到它的出口管制清单，限制与美国的企业合作。同时它继续抢占空间轨道、位置、无线电频率等战略性资源。二是
现在世界航天领域竞争加剧，例如美国已经宣布阿尔特尼斯重返月球计划。11月16日 ，NASA 用太空发射系统成功将猎户座飞船发射升空。猎户座已经完成了对月球的飞跃。如果一切顺利，那么飞船将以弹弓的方式弹射返回地球。这是一次无人绕月飞行，它为美国后续载人绕月、载人登月做了充分的准备。三是啊，太空经济持续增长，一大批新兴产业链条加速形成，太空旅游、太空生物制药、空间碎片清除、空间实验服务等太空经济新产业已经迸发出巨大的产业能量，衍生出新的航天产业，甚至将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对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保持坚韧不拔的战略定力，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航天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一张蓝图绘到底。在已经建成航天大国、进入航天强国之列的基础上，中国航天发展的目标是到2030年推动我国跻身世界航天强国前列，到2045年推动我国全面建成世界航天强国。在航天领域具体的来说，就是我们要提升4种能力。一是全面提升进入太空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说走就走的旅行，航天人也有这个愿望，只不过我们旅行的目的地是浩瀚太空，我们将瞄准高性能、低成本、远距离、快响应、智能化等方面，全面提升进出太空的能力，搭建追梦太空的天梯。我们当前正在研制新一代载人飞船、新一代运载火箭。那么我们的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将发射我国新一代的载人飞船，满足载人月球探测等中国载人航天长远发展战略需要。我们的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将达到70吨，它的奔月轨道的运载能力将达到25吨，预计我们2027年前后将完成首飞。那么同时我们将研制中国的重型运载火箭，就是代表这个重型运载火箭是代表国家一次性进入太空的能力，是人类进行大规模深空探测、开发、应用和载人飞行的一个关键支撑。那我们的重型运载火箭，我们起名代号叫长征9号，它的直径将达到10米级，它的高度将达到110米左右。研制成功之后，我们国家低轨的运载能力将达到150吨，低月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将达到50吨以上。那么这型火箭我们争取在2030年左右就完成首飞。未来我们还将研制中国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实现经济、机动、快速、可靠的进出太空，支撑我们低成本太空利用目标的实现。我们还将推出航班化的航天运输系统。那么今后航天发射就像现在我们乘高铁、乘飞机一样，实现航班化的运行，使航天进入空间的能力实现革命性的变化，满足未来大规模进出太空任务的需要。
我们相信啊，将来有一天，同学们都会有机会乘坐我们航班化的航天器到太空去旅游，俯瞰地球，遨游寰宇，在浩瀚太空中体验李白诗句中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诗情画意。第二方面的能力，我们叫全面提升利用太空的能力。进出太空就是为了科学有效地利用太空，用太空资源造福全人类。我们将不断升级完善空间基础设施，打造在轨服务和维护系统，全面提升我国的太空利用能力。在空间基础设施方面，也就是我们讲的空间段，更直接的就是卫星、深空探测器、空间站方面，我们将加快研制部署我们新一代的通讯、导航、遥感等应用卫星，加快部署我们低轨的移动通讯卫星星座。2025年，我们将建成技术先进、全球覆盖、高效运行的国家在空间段的空间基础设施体系。同时，我们要加大地面应用设备的建设，地面服务系统的建设，使我们国家空间应用的这种应用实现业务化、市场化、产业化和规模化，并在应用水平上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力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将积极推动下一代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信息触手级、服务随心智的更高水平的服务能力。那么在空间的轨道服务和维护方面，我们力争啊，到2030年建成由高轨服务、轨道转移和高效低成本运输三大系统组成的我们的在轨服务和维护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可以说就是我们航天器在太空里的 4S 店。它主要能解决什么？就解决现在卫星坏了不能修，到售了不能更换，没有了燃料就不能工作这些问题，实现我们啊这些航天器在轨可以维修、可以更换，在轨可以技术升级，甚至可以实现在轨的建造等等。那么这些将颠覆现有航天器的研制、发射、部署以及应用模式，大幅度提高人类利用太空资产的使用效益，和大幅度提高人类探索太空的能力。三是啊，我们全面提升探索太空的能力。我们将瞄准近地空间站长期探索这个为重点方向，全面提升探索太空的能力。那么具体的，在载人航天方面，中国空间站将进入了应用与发展阶段。我们空间站的设计寿命是有10年，可在现有基础上升级和扩展，而且航天员可以长期连续驻轨驻留在空间站，每年可以进行2次空间站乘组的轮换，1到2次的货物补给。我国的载人航天啊，还将实现这个载人登陆月球，我们将走向深空。目前啊，我们也正在研制啊中国的新一代的载人运载火箭和载人飞船。我们新一代载人飞船可将3名航天员送入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月球着陆器啊，可载2名航天员登陆月球，并开展科学探索活动。
那么空间站呢，是我们开展新技术实验和太空产业化研究的理想场所，相信呢，我们在很多领域可以取得重大成果，也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将来能够成为航天员、航天工程师和科学家，到中国的空间站工作和生活，为中国空间站取得更大成就做出同学们的贡献。那么在月球探测方面，我们将实施月球探月工程的四期，包括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嫦娥八号。其中嫦娥六号计划于2025年在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嫦娥七号计划于2026年前后开展月球南极的环境与资源勘察。那么科学家预测呀，在月球南极很深的洞穴中可能存在水，那么我们希望嫦娥七号用飞跃器飞到一到两个洞里面去现场勘察，那么来回答科学家的这些探测和猜想。那么嫦娥八号计划在2028年前后实施发射，那么将以嫦娥七号组成我国呀在月球南极的科考基地的基本型。我们现在还在论证以月球为主要的基地建设，建成及数据中继、导航、遥感于一体的月球互联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航天员、航天工程师、科学家到月球科研站出差，利用月球互联网发微信、拍抖音、分享朋友圈。在深空探测方面，我们计划2025年前后发射深空探测器，对近地小行星和主带彗星啊进行探测，计划在未来10到15年实施火星的采样返回。另外啊，我们还准备开展木星系及天王星等星际探测任务，开展太阳探测以及太阳系边缘探测。我们努力啊，在建国100周年时，飞行距离达到100 AU 量级的距离，就是每一个 AU 量级相当于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那么我们计划到2030年实施密银计划，对太阳星系外是否有适宜人类居住的行星进行中国人的探索。那么第四部分提高的能力，就是全面提升太空的管控能力。太空啊，不是自由的法外之地，一切开发和利用太空的行为，那么我们认为都应该有规矩，大家都应该守规矩。那么只有这样，太空的开发和利用才会有利于人类，才可以持续发展，否则太空的发展一定会出现重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将聚焦航天法规体系建设和太空环境治理，全面提升太空的管控能力。在太空法规体系建设方面，要坚持依法治天，积极推动颁布航天法，构建以航天法为核心的法规体系建设，确保航天活动全链条有法可依。那么在太空环境治理方面，将实施空间目标监测、空间碎片移除、废弃卫星清理、降低太空垃圾对在轨航天器的威胁等等。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制定地外小行星防御的发展计划，就是当某个小行星天体从火星以外飞过来，我们预测它将会对地球造成严重威胁时，我们将发射探测器对小行星进行探测，确定这个小行星的轨道，确定它对
地球的威胁，那么然后再根据探测情况，在1000万公里左右发射一个撞击器，改变小行星原有的轨道，减小小行星对地球撞击的影响。那么这是我们未来10年内要实施的一个具体任务。那么在太空治理方面，我们要发出中国人的声音，要参与全球的太空治理，要在全球太空治理中要有我们更主要的声音，要有更大的影响力。同学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探索、开发、利用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我国已经正式宣布，中国空间站向所有联合国成员开放。目前已有瑞士、波兰、德国、意大利等17个国家的科学项目入选了中国空间站研究计划。将来，天空上不仅会有中国人的面孔，还会有其他国家的航天员、科学家。天宫不仅属于中国，更是属于全人类的太空驿站。我们已经与国外同行开展了有效的项目合作。2021年11月7日到11月22日，我们就与欧空局火星快车项目团队合作，让对方的火星轨道运行的微量气体轨道器与祝融号火星车成功建立了5次链接，通讯数据已经分享到中欧双方开展研究。那么这是一次有趣的也很有意义的时空合作。那么未来我们还将联合其他国家，希望在2035年前共同在月球建立国际科研站，期待这样的国际合作能够持续下去。我们也将与国外同行携起手来，探索的范围我们希望更大，开发的力度希望更大，利用的效益希望更大。我们希望全人类能够共同维护太空的永久和平，共同构建人类太空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人类美好的太空家园。同学们，伟大祖国进入了新时代，航天事业发展也进入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期，建设航天强国的宏伟目标在召唤我们，激励我们。同学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衷心希望同学们发愤图强，学有所成，也真诚欢迎同学们将来选择航天，扎根航天，以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投身到航天强国建设中，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用梦想、创新和奋斗绽放青春之花，实现人生价值。中国空间站等着大家来出差，中国航天科技等着大家来加入，中国航天事业期待大家来奉献。谢谢大家。